Papá.三个人同步。可以吗？达浪跟在后面好了。稍养，稍养。空调啊，拍他拍他拍他一下，拍他耶。肩膀回来，好，耶，回到 A 点快步，过来的起啊，好，跟着跟着好了。不要管他的头，左手拉回来，他就慢一点了。左手，左手。对，脚后跟放下去。好，压他。左手再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左手，不是右手哦。好，保持这样子，身体要打浪啊。放轻松，如果不打浪就是压浪。走走，我们再压浪一圈哦，多操一下。走，也可以压浪了。耶、yeah ！
跟着跟着。那脚都撑着，那脚只要放开才不坐得下去。看，看，拍他一下，看，多的。哦，叫名字就行了。放松一点，哎，那浪很小，你放松就坐下来。不要太近哦，姐姐。我们走一走都可以下课了。左手，左手。肩膀回来一点，肩膀回来一点，脚脚用脚。可以吗？啊？不会啦，再骑一下，放松，因为它的浪很小。快点，都没有动起来，拍不到。来，呀，来，不要拉那么多，左手都不拉，左手带一点。好，快点动起来啊，人家让路给你了。对，对，快点，快点，把你平常骑的东西拿出来，稍养生，拍他，拍他，拍他。拍他，姐姐，动起来！再拍他，拍他，拍，拍，哎，拍，哎，打浪啊，坐不住打浪。耶耶。左手拿回来一点，
把你的头都歪在右边。呀呀，对啦。呀呀。看前方，耶耶，可以，安全带可以放开了。对。手不要飘起来。哎，对，手还是在原来的位置，不要赶节奏。然后拉马的时候，身体要往后，不要身体往前。